夜魂烟半月，时来金探看，对坐何参心，言语识东南。姑娘抱在手怀，一拜三请，归转吉凶，不输中原相见。厝内婚宴，各方族都有的兄弟奉献，请用。这杯茶中要有生死茶吗？人生何时不是在面对死生难题呢？就看你要如何处应之。不过我也是爱提醒你，此茶得心意心无之间，茶汤充分，蕴香已有无，牛饮即失其味。这可是传说中以红红眼泪浇灌出来的红雾茶。人呀，哪里可知此茶由来？传说红红眼角幽灵，天生难泪，唯有在涅槃前，眼角之灵会雾化。伊积了500年的泪，风铃落下，落泪时会成雾。山中凡事受红红泪雾相润而抽结，结并三泪包心。初结心才能染制生茶，茶香味足珍贵，饮至有佛陀灌顶之感，所以又名为佛陀茶。想不到你连这么罕有的茶也能有所耳闻，果然颇合。那么你喝看这茶味，是否真正能让你得到佛陀灌洗？茶中有三脉，五蕴一刹那。好一个茶中有三脉，五蕴一刹那。令这心一处，即是三脉。你用心品茶，也不枉我至心请茶啊。就不提素墨初干其心，可有大用？看来你终究也是心心念念在两骨性多。就了山顶秀丽，也不该忘其苦本中，还请姑娘虚构所知。不急，七日之谈才过了一夜，咱也有时间。你先告知我，为何一定要得到龙骨圣刀？苏墨身负千年龙气，变成龙神天命，天魔在虚无。魔由何来？北岳中了一位欲吞灭九州的天外恶龙，伊因金庸圣地之败而元气大伤，我必须趁伊永护未转情，将伊驱散。而能斩伊者，唯有龙气配以龙骨圣刀，风铃圣书。哦，只要骨气就可以了吗？是我多问啊。你要提恶龙，必定如何同行，处事关乎九州安危，我定助你取得龙骨圣刀。不过在不夜天做客期间，也请你忘却尘事，好好与我畅谈本部。不知姑娘欲从何谈起？首先我要请教你，何为处女不堪，求木难离？处女不堪，求木难离，是后天八卦方位配合身体部位处论。坎为水内境，乃内冲之强；离为火外境，以木属之。阁有下两句：使动静显著，西坤受福；静为雷动之强，以足属之。坤乃大地之强，强定人体福报。姑娘你名叫朱雀混丹，基于南方，南方朱雀幽灵以八卦之理设下生死地，料想也是精通天文地理之灵，对此卦位以理应不用多加解说。当然我要知晓的是你的理解，请继续说吧。此年北坎求木难离，此出自东汉张衡的独乐赋，内容托照以路边骷髅对话，说明死亡之路乃在于气候。
本质上是咧反映人活的时阵的苦痛。以庄子纪录片所述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那你素还真正为道路所言如何？要你为道路时，是当真放荡行事，也是原娘张明子为你复生回容？嗯，姑娘出题是否该为了生死发论，不知是否面临什么难题，不妨说出，苏某能力所及，必为姑娘周全。你只要回答问题就可以了，不必小气他。其实上天赋予人性命时，只有生死之事最为公允。无论贫贱富贵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凡夫走卒，无一能脱出自然定律。但是人最难看破的，又正是生死观。死亡唔那是一人之事，也佮有相关者的感受。独老认为生是夜路，死是休息。认为死亡是衣物度化逍遥，合体自然。人世七情六欲，再不能加诸其心，这是一种道的境界。但独老生前的亲兵又怎忍得其伤？不能忍得又如何？命数已定，非是忍得能扭转。独老能通达人世，但看生死，生者又何必自作多情？独老能夸夸其言，只因心系心系。以梦心独老，问多情何为？苏某难答。只愿生在有情世，多有张明子为肋骨相契，复古今以献殿，守礼三拜，尽力满含。生有亲疏相干，对待肋骨又如此？又当亲家又如何？人有亲疏，命无贵贱。苏某只问善恶，求所当求，上天下地，力求无憾。啊，雅亲妈，咱明日再见笑吧。秋分，在。带贵客往东厢休息。是，素还真这边请。嗯。时呀，运呀，命呀，不信命运，最终也是为命运所困。